中年好声音二赛程进入白热化阶段，嚟紧播出嘅第八部曲，十六强会抽一位对手合唱出战，最终有一位选手会被淘汰。唔少选手都选择男女合唱，亦擦出唔少新火花。其中两位技巧型唱将大魔王安雅希抽到同古卓文合唱，这个舞台令人相当期待。太多的爱怕醉，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。刘可、朱博文以及颜米高同谭辉智反而选择男男合唱，表现有惊喜啊！帮嘅即系组合啦，会唔会话抽到嘅时候有啲咩感觉？分享下。我抽到嗰阵时啊，正，知道系米高，米高个强者，我心谂抽到佢掂啦。咩？我同佢唱系定晒，因为首歌一定系佢话好熟啦，咁我首歌又熟啦，咁大家又夹过啦，咁佢人又好好啦，即系好随和啦，又系啦，真系真心随和系啊。咁我觉得喂，不如咁啊，咁啊好啊，佢又俾啲 idea 出嚟，我话好啊，咁其实大家即系唔系冇嘢拗，但系。又不是話是但啦，唔係是但嘅，而係一講係，哦啱喎，喂，我想咁喎，喂唔錯喎，好啊 ，go on 啦，或者少少 fine tune 咁就 agree 曬啦啲嘢。